Oh.
各位菩萨，阿弥陀佛，感恩很多菩萨不断地护持中华印经协会，因为印经协会印了很多很好的精彩的佛教书籍、漫画、DVD、卡通等等，免费的要推广佛法，所以也希望各位菩萨主动到各中心来索取这些书，除了自己看，放到附近的素食店，放到附近的庙、寺庙、人口聚集、医院、邮局等地方，让这些菩萨们有机会也能够接触佛法，并各位主动积极做一个爱心菩萨，推广佛法。阿弥陀佛。愿您深入经藏，智慧如海，护持正好19658482，19658482，户名中华印经协会。世界不遥远，慈悲爱相连，菩萨行者生命电视台。接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般若讲座。